明星们每每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是一副光鲜亮丽的样子，但明星也是人，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常事儿。日前小酷就在机场发现了病弱娇小张靓颖一枚，张靓颖一现身就用手捂着肚子，皱着眉头，无精打采，一脸的生无可恋，不知道是肠胃炎还是每个月都不好过的那几天，精神不好，人也懒得收拾了。只见张靓颖披头散发，穿着单薄的外套和笨重的雪地靴，造型毫无形象，全靠颜值撑着。当天有几位粉丝前去接机，目睹偶像身体不适都一脸心疼，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跟在张靓颖身边，不敢说话。准老公冯轲也是十分贴心，默默挨在张靓颖身边陪伴，但不打扰。看见媳妇儿疼得越来越厉害，走路都变得不稳了，更是一脸担心地一直回头看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上车之后，张靓颖依然十分难受，靠在靠背上闭目养神。冯轲终于忍不住嘘寒问暖了一番，然后让媳妇儿放心休息，自己默默收拾好了所有细节。